有灵眼，他们不是我们的人吗？他们是城外的军警，这帮人专门喜欢黑交易。你干嘛？收起来，找死啊！我那人在你前面抽你，一会儿别乱说话。通行证呢？你是中国人？是。你的证件呢？在家里，忘带了。下车。车上装的什么东西？工业原料，公司用的。打开看看。哎，别，那个不能打开。哎，真的是。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哎，不能拉！哎，我们是出门的，不能打开，打开那东西就废了。别动！哎，打开就废了，打开东西就废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吗？东西扣下，人带走。哎，让我打个电话。别动！哎，让我打个电话。别动！说话，叫什么？我是楚门的人，我要打电话。这儿不是楚门，也不在城里。这儿，我是老大。再问你一遍，你叫什么？什么时候来的缅川？来缅川干什么呢？我叫王鹏，刚刚到缅川，来缅川做生意。在楚门什么职务？负责什么生意？我就是个合法商人，我在缅川做合法生意。合法生意？那如果我现在给你们的大使馆打电话，你觉得他是来接你呢，还是来抓你呢？你装了满满一车的制毒用品，这里不是中国，也不是楚门。我再说一遍，在这里我是老大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现在政府想抓你的老板楚天南，如果你跟我们合作，做我们的卧底，你就没事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明白。没明白。那就让他明白明白。大家，这个就是咱们集团财务部了。大姐好，你们忙吧。这所有的账都在这儿吗？对，但我家账都是手写的，不能录入电脑。为什么这么多账都手写啊？我爸不信那些高科技的东西，他觉得只要有厉害的黑客，随时可能被偷走。
还是传统的办法更安全。会长真够小心的。大小姐来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集团的财务总监孙颖，这位是徐律师。你好。你好。早就听闻徐律师的大名，不光是会长的律师，还兼着大小姐的私人保卫工作，久仰了。孙总监客气了，楚门这么大个生意，所有的账都是您管着，您才是真的厉害呢。全靠会长的信任。大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哦，徐律师想了解一下咱们集团的账，为后面的官司做准备，你帮着协调一下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对了，这个是门禁卡，有这里的出入权限，别丢了啊。好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大小姐慢走。徐律师想从哪方面入手呢？那就给我这几年的财务报表看看吧。好，您这边请。嗯，坐。你们几个把这几年的财务报表统统整理一下，拿过来。好的。今天有一批原料需要你去接收一下，这件事情以前是提萨负责的，现在是你负责。11点，我准时在下面等你，接完了。明白了吗？我们跟你们中国警方也是有联系的，不管你以前在国内犯过什么案，我们都可以帮你一笔勾销。我想你来缅川不就是求财吗？你又不是楚门的门徒，没必要你把自己的命都搭上，对吧？你说的对，我不是楚门的门徒，我到缅川就是想做点生意。你说什么我不清楚，你找错人了。你还是没明白啊。来，去旁边照顾一下你那个朋友，好好想想。
好像是出事故了。咱们为他待着处理一下吧。这个得等坤哥回来，这我不懂啊。他人呢？他出去了。那还不快去找，快点！哎，好，好。还没有呢，我有点事儿，先出去一趟。怎么不吃了？鱼都吃饱了。会长，大小姐。叫徐律师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王梦仁呢？他在哪儿？你找他？不是我找他，是他的助手刚才来跟我说他们实验室出了点事儿，想让他过去看看。他的助手为什么跟你说？他找过王队长，可是王队长不在。那他不在实验室吗？他的助手说他一早就出去办事了，一直都没回来。队长啊，李江有事儿。有个情况得跟您汇报一下。说吧。阿义和王鹏去取原料，回来的时候被军警抓了，现在在警局。被抓了？哪儿冒出来的军警？会长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法庭那边的人？我要不要过去看一下？不用去，徐律师，玉江去就可以了。玉江，你去一趟，把人带回来。是，会长。徐律师，不用担心，小事情啊。会长，我不担心，我就是帮人问问。行，没事就好，那我走了。好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有人敢抓我们的人？啊。是你让人抓的吧？您在试的。过不了鬼门关的人，不配替楚明做事情。你不觉得徐律师特别关心那个王鹏吗？正常啊，女人嘛，不都那样吗？哪样？口是心非呗，就算分手了。有些事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，就算这个男人伤了你，让你痛苦，让你恨他，真到出事的时候，还是会担心。唉，孩子，别想这么多。你哥哥的忌日就要到了，我叫一些僧人在庙里面替他诵经。你今天正好回来了，明天跟我去庙里。看看他。嗯。你们给我出来一下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目前来看，应该是强刺激下的应激反应，导致了病情的复发。那医生，您看刚刚那个情况严重吗？需不需要去医院啊？这样的情况，去医院和在家里没有什么区别，医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我倒是建议，让病人在家里慢慢的静养，还有亲人的陪伴，情况会更好一些。你们要经常带他们出去散散心，啊！好的，
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好，苏丹，送医生下去吧。是，两位，请。信和，刚刚我看医生说的，这个情况还挺严重的，我还是有点担心。梦瑶，事已至此，也只能慢慢来了。我相信阿姨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，别担心了，啊。可是我还是很担心。没事的。怎么样，想明白了吗？谁？只要你跟我合作，别说水了，我给你备查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，你只能跟你兄弟一样一起上路了。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？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把我的耐心都磨没了。这个东西你不陌生吗？算你小子命大。怎么了？我们要去哪儿？先带你去医务室。我能先去见会长吗？王鹏兄弟啊！哎呀，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啊？玉江在电话里边都跟我说了，对不住了，那些军警也不是我们楚门的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王队长是怎么跟会长说的？就是说误会是吧？阿义死了，你跟会长汇报了吗？阿义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王玉江，你想害我？会长，这不是误会。阿义是他的兄弟，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我受审的时候，我亲耳朵听见阿义被打死了，可是刚才我看见他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出于会长安全的考虑，我可以理解；但如果是别的原因，你要给我一个解释。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我什么地方威胁你了？放下枪！如果会长不信任我，我可以走。我可以离开楚门，但是如果你欺负我，不行，开枪！你们不是人多吗？你开枪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玉江，
兄弟，你刚才说的都对，但是我得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是我安排的，和玉江无关。你也知道我们楚门做的是什么买卖，每一桩生意都可以要人的脑袋。你来了，我们是欢迎人才的，但是必须谨小慎微，因为我们吃过亏啊。都放下，都放下，啊！行啊，好了好了，回去清理一下伤口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说的那个卧底不是我杀的，是谁？金三桥，楚天南。要你哥哥死的不是我，是楚门的楚天南。他要你哥哥死，而且是痛苦的死。审讯过程我看了，没有问题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什么人抓的你？孟卓的城外军警。你没有让他们联系我们的人吗？不能联系，他们根本就是假的。他们都是楚天南的人，是楚天南故意安排在试探我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之前不确定，现在确定了。你要是今天晚上不回来的话，我可能真的要给孙墨打电话，让他来联系文川的证书了。幸亏没打。云鹏，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楚莹的信任，楚莹的账目我都可以看到，追查卧底的事情交给我一个人，你走吧好吗？
你走吧。去哪儿？昆明山，我来安排。 林鹏，我受不了了。你如果待在楚门的话，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。你现在楚门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树大招风，宁江、林家你是绷不住的。他们现在在试探你，他们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。没错，只要我可以解除怀疑，剩下的就是信任。凭什么？楚天他不可能信任任何人。 尹达，你登跟了他这么多年，还有你哥哥，他凭什么信任你？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在想办法。不要接触楚景，那样你会更危险。 想回明山，今天就回去。咱们不还要等二叔吗？他说他要来的。不等了。明山那儿有点急事儿。刚才孟瑶说您看到，您到底看到什么了？我没看见什么呀。我就是想回明山嘛，我想回去找他爸爸，我想找云飞。哎，电话呢？我要给你爸打个电话。 电话呢？喂，吴先生。不管李梅怎么疯，看好他，让孟瑶少跟他单独接触。明白。
那衣服谁的？我的。你能借我一下吗？你要人家衣服干嘛？进来穿穿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我觉得他身材跟他差不多，就想进来穿一下。楚会长，请。曲律师，会长，这是每次祭拜完，义父都会去上师那边坐坐。怎么几天没见，弄成这样了？昨天的事情我听说了，你不觉得蹊跷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义父不信任你，他在测试你。我义父这个人吧，慢慢就了解了，他不相信任何人。测试过了，是不是就该信了？阿婆，你要明白，在楚门，只有我会跟你这么说。实验室那边什么情况？
大衣，以前没见你穿过。天冷了，新买的。不好看吗？没有，挺好看的。你这伤。没事吧？还好。我第一次知道你还有个哥哥，他是怎么出事的？意外。感觉出来，你跟他感情挺好的。我也有个哥哥，也死了，被人害死的。还有我侄子，那害死他们的人找着了吗？还没有。上师说过，其实亲人之间也是有缘分的。这一世的亲缘断了，因为上一世的福报尽了。你相信宿命？信，也不信。不过这么想想，心里能好受点。我不信，相信善。并不代表可以宽恕我。可是离开的人回不来了，只有这么想，才能好受些。但愿吧。王鹏。蓝冰那个项目需要你过去帮助，尽快的研发出来。阿鹏，我是真心为你高兴啊！真有本事，蓝冰都交给你了，以后再楚门。你可以算是平步青云了，啊！蓝冰让我负责，那天空二号怎么办？蓝冰是楚门最核心的项目，还管什么天空二号啊？义父会另找人手的。不过兄弟，别怪我泼你冷水。在楚门，你可以一步登天，也可以一步深渊。